学习招式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学习招式了。那我们这样就有十万不特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有讲过皮卡丘嘛？那我们今天讲下一只吧。所以小霞到底要做什么？好，这边那主界面。然后这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冒险吧。牌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啦齁。要怎么讲啊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那么快收集到3000钻啊。就是没有那么快啊。我们来牌组搜寻。抽取牌组搜寻好不好，抽取拍主搜寻，来喽！好有趣哦！哇！好吧，这只其实就是我的手抽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有得分球吧。那基本上我们也要练它、哦，因为它比较……不过之后我可能会把它拿出来玩。那可以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。我之后可能会把它拿出来玩吧。你继续主线再说。我怎么可以直接对战呢？要干嘛？屁嘞！全部都在打我的草系的。惨了！我发现这游戏会卡关呢、欸。碎的、啊，所以追光用宝石已经没用啊！我怎么没想到？好险没有卡关，应该把宝石已经换掉，因为追光不适合爬。可是我不知道这边都是水星的，水性的。